让日本人拜谒中国人。여보뭐쇼같아요そうだね여보얼마나고향가고싶고사조기도보고싶지고향이에이루신잖아そう知ってるこの人어중국超有名な人日本も有名な本当に日本人も루신好き응알지뭐교과서야진짜나는이사람甘いもの좋아하는것도아니야에이유로미네미스케다에이드디어좋아하는거예아时光荏苒，匆匆百年。鲁迅先生故乡中手持钢叉的少年闰土和像圆规一样因门而立的杨二嫂依旧鲜活，而此时的中国却早已不是彼时的弱邦。一篇文章穿越了一个世纪，影响了两国文化。沧海桑田，世事变迁，不变的是海外华人对祖国的思念。故乡曾在先生的文中，故乡此刻却在我的心里。